台湾人的外貌协会，外国人无奈控诉。我所有的就是外国的朋友过来这里，他把油胡子打不到没，每一个都要剃掉才会有你。那是因为你不是布莱德比特，你是布莱德比特，你留胡渣我会要。少喜欢有留胡子的。之前有一个导演都说子龙都很棒，就是长得不够外国人。你看一下麦特兰真的。好客气。还是外国人。这样我讲一声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